今天1月17日，故事的标题叫《失败者的悲壮》，对应的事件呢是1912年1月17日，英国探险队终于到达南极的极点。可惜啊，他们到达那里呢，结果发现一个月前已经是由阿蒙森带头的挪威探险队已经到达了南极的极点，而且留下来了信件。信件上说，亲爱的斯科特队长，对的，就是这位倒霉的第二名斯科特。亲爱的斯科特队长，如果我们在回程时遭到不幸，请您把信转呈给挪威国王，留在帐篷里的食物如果有用，请别犹豫，拿去用吧。祝你回程一路平安。哎，那其实呢，在大航海之后啊，这个地球的各种各样的地点啊，就是极地嘛，极点就是南极啊、北极啊，包括最高点的喜马拉雅的那个珠穆朗玛峰啊等等，都在被各国的这个探险队呢要去第一个达到啊，第一名啊，来宣誓或者是证明这个国家的实力啊、荣誉啊等等等等。那在这些发神经的探险队里头，当年英国呢是一直是最积极的啊，可惜这一次他失败了。斯科特失败了啊，那他呢是皇家海军的军官，阿蒙森呢也差不多是都有从军的这个经历，只不过呢，英国呢他这个是之前呢是用狗啊，所以呢这个经验呢之前是1902年就尝试过向南极点的那个极点进攻，两个伙伴带着19条狗走了7个星期，前进了600公里。结果实在走不下去了，这不得不回头，而路上的这狗全死了。所以呢，这个斯科特认为呢，狗呢不顶用啊，因为能力不行。于是呢，他呢第二次呢是专门去找了中国的满洲的这种矮马，就蒙古马为主力啊。结果呢，这是他的猜想啊，这并不知道这个狗和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区别啊。虽然马呢驮的东西比狗要多得多，但是第一，马蹄呢会陷在雪中；其次呢，马呢是靠皮肤排汗，在就是南极吧，就是极地的附近，在严寒的气温下一流汗，皮毛就会结上冰，那直接会让马会受不了啊。狗是正好相反，狗是身体上不排汗，只受口里头排汗啊。阿蒙森呢，因为他是瑞典人。我看是挪威，说错了，挪威人啊，这是真正的这个北欧城市。挪威人呢，他为了去攻下这个南极点，还专门去爱斯基摩人的部落，就是北极圈啊，北极圈它是南极，它是北极，爱斯基摩人的这个北极部落生活了2年，学会了真正的这个极地生活的技能。所以呢，他的这个叫啥？他是直接是照抄人家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这种装备啊，比如说他挪威他们的这个叫什么穿着呢，既轻便又保暖，而英国探险队的这个服装人均重达10公斤啊，阿蒙森他们队伍呢比他重了一倍，而且呢他是直接是哈士奇，他们生活了2年，真正知道雪橇姐，也就是我们这个神兽哈士奇在极地呢是最可依赖的伙伴。所以在等等吧，在那个包括中途补给站的这个设立，从海岸到南极点啊，路途遥远，需要大量的食物，不可能一次带齐，必须抢在冬季到来之前有日照的6个星期里头先期建立中途补给站，然后再回到海岸等待明年夏季出发。那人家就是对整个这一个流程呢就是反复勾画的很清楚，而那个英国的斯科特队伍呢从一开始就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因为他们之前没有经过验证，完全是根据以往的这个失败经验进一步所谓的优化啊，导致是这样啊。那么整个呢这个故事呢，反正有专门的书籍呀、纪录片去说，这后面的那个就细节呢就不说了，但是还是念一下他这个斯科特他最后的这个绝笔啊，他和队友呢犯了各种各样错误啊，食品短缺又冻伤又没有这个叫处理，到最后呢他和他队友呢就是真正被冻饿而死的那个地点后来被人发现啊，跟他们的补给站呢只有17公里，但是呢生生就是被暴风雪困住，只能待在帐篷里。最后呢
他用最后的时刻写了12封庄严动人的信给亲朋好友，还有一封致英国人民的公开信。我们要表现给世人看，英国人能从容就义，奋斗到最后。我并不后悔做这次探险，我们面对危险，但我们不怕。情况不利，我们也不应该抱怨，我们应该服从上帝的意志，尽全力去做，坚持到底。啊 ,OK, 好，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这样啊，它是彻底画上一个句号，这叫南极竞争啊，这个可以说是人类探险史上最精彩最悲壮的英雄史诗啊，才是这么定义的。实际上呢，这是在地球上，还有深海，还有我们的太空，这种探险的这个叫啥呢，这种故事呢感人至深的原因呢，就是他们都是在一种极限条件下去挑战自己以往想象不到的极限。什么极限呢？除了肉体的极限之外，还有精神的这个极限。因为你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再坚持最后一公里，再多一公里，慢慢的积累下来，就真正的能够脱困，甚至于达到目的地。那问题是直接的感应是啥呢？为何是英国啊？虽然这次英国是失败了，但是英国在其他领域的各种各样探险呢，都是他最先探险出来的。那、这个呢是就是叫啥呢？其实原因很残酷啊，就是因为英国是个岛国，资源不丰沛啊，跟后来的日本类似，好像日本的那可用面积好像比英国还要大啊，更何况英国到现在为止，它什么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闹腾到最后，它真正的这个威尔士、英格兰，就那点东西啊，本身的煤炭也早都挖的差不多了，他们只能向外探索。到最后呢，是靠着所谓英明神武的那个女皇啊，给全世界，真的是全世界，不只是英国，海盗颁发他的这个女王的这个叫什么掠司令啊，就是你只要是给英国带来一定程度以上的这个黄金，或者说这个叫收益啊，我就把你转正，我就不用吊死你了啊。就是以前那个海洋法的话，只要是海盗，无论国籍，一律吊死啊。那么他呢是终于，英国是先开了这个口子，你们只要是按照我的约定去给我带来，无论是殖民地还是人口还是什么什么这个财富，我就给你转正，给你授勋啊，你就可以不会，就会变成一个不知道漏所谓的绅士啊，就变成一个有身份的人，就不会被随便被人吊死了呀。这一下子才打造了后来的日不落帝国呀。所谓日不落帝国，就是英国本土再加上他所有的殖民地，那么是绕了地球一圈啊。这样的话啊，就从地理意义上，英国它是永远它有一部分是沐浴在阳光之下，所以叫日不落帝国啊，是这样来的。那这种大无畏探索的精神都是被逼的，因为国内是内卷到已经令人发指的地步，甚至于六七岁的小孩都要去做童工。那么你普通人想出头，想出人头地，想为自己的后代挣一点功名啊，他们又不像中国有科举，对吧？那么阶级已经固化，知识你也学不到，你只能出去拼命啊！怎么拼命呢？就是到世界稀奇古怪的地方，只要插上英国国旗啊，这个英国就觉得你给我们长了脸了，就给你一个身份，就是这么残酷，就是这么简单，是不是呢？以上，我是大妈，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